娇娇竞争呢，踩高跟，老肖小猪不怕唱 Life。五连拍时间到了，各位观众。哇，老肖和小猪哎，这两大咖凑在一起，有什么大事吗？各位观众以为这节目是他们两个主持的。啊，所以真相是12年了，我回来了。黄子佼重返 TVBS 主持新节目《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将在8月2号晚上8点首播。金曲颁记者会，主持搭档 Jenny 人没来，找了央视同名节目主持人任鲁豫，还有老肖和小猪，来乱的吧？他们俩明显是在要钱的感觉。哦，还知道要说点吉祥话，为节目讨个好兆头。逍遥自在，榜上榜，敲锣打鼓齐登场，好啊！不会啦，娇娇只 care 跟长腿 Jenny 的身高差，暗示 Jenny 最好别穿高跟鞋哦。总之希望一起为华人音乐尽心力。比较大的压力是如何能够大家一起把这个华文的流行歌曲啊再攀上巅峰，希望让歌手站在这里有一种演唱会的感觉，对 Live 的感觉，然后大家也都要唱现场。小猪很想透露谁不知能唱现场。没有，我刚刚只是开玩笑的一个说法了，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节目。你上次是录一首歌吗？上次是两首。两首。苹果 Long Line， 哈哈，成功转移话题哦，报道。